佳琪来告诉我们吧，佳琪。6月2号是传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，曾经四度入围格莱美奖专辑设计奖的设计师萧清扬呢，他连续两年夺得了美国独立音乐大奖的唱片包装设计奖，而同时呢，他为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发行的专辑《不止唱歌吧》设计唱片封面，同时呢，也是入围了第23届传艺金曲的最佳专辑包装奖，能不能喜上加喜，让人期待。